从半防御开始，半防御我们先拉扣我们一只脚，另一个地方膝盖顶我们里面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很难破，对不对？我们转我们的身体，转侧面，转到这边了，他脚一样卡着我，所以我的脚要踩，滑嘞，滑出来之后呢，手呈现这样的状态，肩膀